到现在2020年，明天2020/02/02，啊、哦，祝福他们新婚愉快，谢谢。耶、yeah! ！好感动。What day is it?And in what month this clock never seems so alive I can't keep up And I can't back down I've been losing so much time Cause it's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nothing to doNothing to lose, and it's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of you 谢谢大家，恭喜发财，然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年的拜年。其实我觉得跟那个郑奎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认识到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哇，就是你应该有认识我。哎，很好，很好。耶，亲友团，亲友团。耶。就是我一直很我有个梦想，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有个很美式的婚礼。那就是所以今天对我来讲，应该就算是圆这个梦。所以我想要请。我们的伴娘跟伴郎就是上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好，耶！小料准备好了。是我高中，我们认识五花肉，五花肉吗？五花肉，五花肉，五花肉，五花肉代表。我们从15岁认识到现在。走过去啊，你走过去啊。我的高中的最好的朋友高二。哦，也是。那时候也抱怨了，然后但是姐妹们呢，她们都会给予很中肯的建议，不会只听一方的说辞，所以可以放心。没问题，那我们可以组团啊。最后祝你们永远是彼此的好朋友，彼此的恋人，谢谢谢谢，新婚快乐，谢谢。温和也比较柔和，然后重点是就是真的有比较接台湾的地气，所以我觉得希望他们很幸福，然后在人生的这一条路上能够永远陪伴你，然后永远不要忘记那时候结婚的心情，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永远会在这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没有对错。接下来另外一位伴郎呢，是我大学同学，就是认识不长不短啊，7-8年，可是就是兄弟就是一辈子。没错。我来 Q 一下我们帅哥刘子明。耶，子明。好兄弟，好兄弟，其实一直是我们这个朋友圈，或者是应该说，像他也是系篮社长，然后他一直是我们朋友，他一直会在很不经意的时候去照顾大家，嗯，然后就觉得就是他有时候像我们约那个就是出去玩嘛，然后郑文永远都是那个会站出来邀请大家的那个人，然后觉得他是一个。真的不错，然后又考上高考，对不对？很不错的一个铁饭碗，对。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 Sabrina 其实遇到我了。其实郑奎能够遇到他，就是我他之前的那些女朋友，我觉得对啊，要说不好，我都忘记了。真的 ，Sabrina 太好了，因为像我刚才跟郑奎形容嘛，就我觉得看着 Sabrina 就有一种台北人这种都市女性的很漂亮、很时髦的特质都在她身上可以找到，但她同时又是会有
常常会有那种很纯真、很善良的一些点。你是没写稿吗？怎么那么会讲？刚刚在下面狂讲。我真的不大会讲话了啊、哦。然后一开始听到他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也是蛮感动的。对，然后就会想到。你刚这么给白啊？我准备很久的。你不要突然跪下来！没有，我还想说是我的场，我你的场，我不会抓别人的场，我不会抓别人。他不会。我在做什么？真的没有，就烟而已。他们一路走来也是一段时间了，2014年。Cause there's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prove. And there's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of you. Something about you now.I can't quite feel your arms. Everything she does is beautiful. Everything she does is right. Cause there's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lose. And there's you and meAnd all other peop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of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prove. And it's you and me. And all other peop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of you.What day is it? And in what month this clock never seems so alive?